要犹豫。多两件，防护术。无礼的畜生！看来没这 Q， 不然他应该用 Q 补刀的。我从不退缩。你这能 W 出来吗？拿不出来我就没了。腰刺得快，刺得狠。他的一级要跟我两级打，他觉得他一身血路。点心这东西，装装好多困难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谢谢角流开通的超好。他闪现。五升水路还是屌啊，我就没点上不够，希望不要两把伤。还闪做辣条，后来虚他经验就掉了。没人送下虎粮，保下金。外面闪现就杀，怎么杀呀？别人都不需要 Q 了，他只要红的 W， 差不多就没了。AW，Q 不 Q 到我就中了。别人不需要 Q， 只需要 AW 五升血路，五升血路的 AW 伤害很高。优雅，我好像是脆虎虎，他干脆。等一下。哎呀，他那个 Q 出回血了，我操！我直接 A 死。好烦！我刚存钱不买 CD 伏笔的，我刚剁个 CD 进的好快点也上了，没买这个银城伏笔的，主要前面买这个减 CD 没啥用。需要存钱买长剑，但刚刚如果我买银城，进的好快也就杀了。
前都不买银钱的，浪费钱。他们不敢还击。还有几跑？还有吗？重伤的团队。没有六级。不好打，没打到点人，还有机炮有大，四连击，感觉落后点，钻石不能。这人应该是怕木跳的，这个位置，后面的。真是他末日，这末日不露面，他就不给机会，真是太稳了。虽然在我们的视角，这末日是不在的，现在露面。日翼的剑，末日面太疯了。这不会流死吧？这妈的直接流死了！没办法。好的一点上前是不够的，被他 Q 起手直接没了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这波直接把一塔拆完，不要犹豫。还是要出水银血。魔影有大度，不打什么字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
脱级了。这个也能靠我。直接风暴死。五个虫子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哎呀，直接大刀了 ，W 走位，人有点多呀，哎呀，这机器人这片 W， 那下次我们 W 捏一下。摸清别人的这个控制的规律啊。这样判断一下下波我们要不要捏 W， 他知道骗我们 W， 那我们下次捏700还行，这机器人游走他 ADC 被搞了。可以打，我来了。鬼遇到这波操作了，被一刀控到死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，都能被认出来，我这把也不是很猛。刺穿他们 ，A
这个塔先吃到，他妈的全是控制，可以，那奶妈知道是没白带他。他在路上不是水，当他一举着伞，他还敢阴我，不得不说很勇敢。后面两个大剑，你这凭什么敢动我？有大吗？没大就去死。加快一下节奏吧，因为我下路已经拆了，不是。今天拆的是最快，是很快的。今天是英雄联盟拆的最快的英雄之一吧。脚印技能、电击拆的都差不多。差点都很难，打野在下路呀，我们直接开大龙，这打野在下路，直接当 B 团吧。这大龙还被抢了，这大爷就没想到拿龙啊，他还跑出去，他没想到拼抢，大龙打出事儿，这有点勉强。
拉土龙龙魂。直接十五级了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打完不好搞，对面全是控制，精准而优雅。效果但没看到，洛克有点慌。没打了，我也没打。注意拉满，冲冲冲冲！我们刚刚还在洗澡，这叫啥？一百九十的拉不开，直播了呀！本来就拉满。我要拉一下，我扛不住，拉起来，小兵扛，你的这身护膜，哎，水晶复活了，哎，我那个抖一丝血，一丝血能呀，我操，复活了太是一丝血的。就差一下呀，哥们儿，这水晶复活的太是时候了，我都没有注意，说实话，我开了 TEP 能看得到，但我没注意，差一丝水，就差一下，这怎么样？我也还好，但这边没拆掉，但那个一丝水跟没有差不多，让他们回血，但也只能回到一定的血量。哎，别偷袭啊！你这还交你们杀掉扎克吗？逃逃，碰到死，我三十星不够啊，他拿 Q 的，拿不弹出来。要五十星，他拿个 RQ 拿不出来弹出来。
好的。